4月3日，一带一路文化点亮世界春之声音乐会新闻发布会在洛杉矶举行。春之声音乐会是由美国英龙传媒和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公司共同主办，美中华人音乐家协会、 SBS 传奇文化传播公司、圣马瑞诺狮子会、中华国乐团、洛杉矶越剧之家、环球东方卫视共同协办。春之声音乐会伴随着一带一路文化点亮世界的文艺精神，致力于宣传和推广中国优秀民族音乐和传统戏曲文化，并使得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朋友们能够延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春之声音乐会同时也是为了庆祝美中华人音乐家协会成立的祝贺演出。春之声音乐会将于4月14日在洛杉矶鲍德温艺术中心上演。全球新闻，洛杉矶报道。